有个 Call I Way 嘛，对对，这是有国语版的嘞，有。早在差不多有三十年前，三十年前我录的一首这个国语的，国语歌曲啊，对对，每次听到这个歌，算主唱者，原唱者，原唱者，原唱者。哦，我来这条瓜，就在我们印象这么深，就是原唱人就是您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这个歌我是听众的感觉了，不晓得您原唱是不是感觉？这个虽然他这个歌的各位观众会不会也同样的感觉，他听的是好像讲一个人主人跟这个马的感情。对对对。可是听了很感动人，很心酸。尤其我们常常喜欢宠物啊，这些啊，甚至于那个感觉，那个背景也是以前的。对，你让我起告嘛？哎，对对对啊！刚才刚刚买个块大家呢。哦，对，我块大家，所以他感情更大。哎，这个瓜熟艺术也是在这个解释仔细一点吧，听得更有那个味道。对，就是这个马哈，尾熟刚刚，这起这的精神哈。对对对。他有一天呐，想讲告十多年啊，而且买哦买，你敢知影贵？你食买？你差不多食贵？一世人几岁？我好像看过这个书本，马好像一生也不过14年还是17年。那跟狗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所以啊，起清晰吼，就说人与人之间，人与这个兽之间也是很多感情，那更何况是马啊，当地那个骑啊，对对，啊你个骑啊骑啊骑啊骑十万年，啊骑十万年啊，可不可以翘起？啊对，而且当然吼会，会也唔甘，个骑啊哈，对啊，啊骑咩啊，骑咩啊，无变那个，啊无变那个。对啊，那是个骑啊，就骑咩啊，对吧？骑咩？你的狗都无讲啊！哦，我记得你有骑狗，狗是袂骑，拢骑我的脚腿安尼骑。哦，狗拢骑你的脚腿，骑你脚腿安尼。啊，多休息休息。一年少了跳过小几摆。啊，不多啦，这是骑什么？不啦，伊这个吼，狗先生安尼。哦。狗吼，你卖讲狗啊，你人都同款啊。啊。人都同款，人吼，就是那头脑长在这里嘛。啊，对吧？头脑在这边啊，除了这里有头脑以外，别个地方都没有头脑啊。哎，对啊，所以哦，那所以那狼到这个龟里逃呢？对，不逃，我金姐哦，哎，金姐逃，我讲给你听，你问这个，我讲是有这个答案了。我讲木头、眉头，哎，对啊，你木头加管眉头，对不？啊，鼻头，啊，对对，还鼻头，啊，对哦。啊，手头、手头，啊对哦，啊伊啰叫做卡头，卡头，卡无人讲嘞，卡头乌，卡啊对哦，卡头乌啊，膝盖哦，对啊，膝盖头，啊个这个头，人头，啊对不？哎呀，动物头啊，颈椎头，啊个这头，啊指头，指头，对，哦，伊啰伊啰一个吼，一个这，哦这是卡针头，卡针头，哎呦，对啊，快点讲哦，啊，现在刚讲哎，卡针头的正面呢？啊对，无咯，卡针是伫后壁是咪？哎呀，无讲啦，正面的，嘿，卡无正在冲，迄落，我说你哦，说你，你是咧安怎？你是咧丢搞？啊，来跟我带过去，有个指头，对啊，加一个头啦，啊，所以哦，脚趾头一个头，啊丢啊，修掉呢，一路肩胛，一路脚趾头丢，手指头一个来，手指头，手指头，啊，对不？啊，真济啦！哦，真济个，你这个好做，死人骨头，无啦无啦，你个个咧，真久无看咧，啊，真久无看，怎么样？休困觉，要好好啦，啊，真好真好，好都好，嘿，休困觉咧，真难习惯啊，对啦，这人，撸休啥撸啥抓抓抓抓，都无骨头。人是很被动的，哎呦，狼是吼，人是基本上，尤其是你哥哥，基本上是很贱的，不是，人基本上比较被动。袂使吼，袂使两有的两路到底吼，有使命感，他都起码都规个棒练出来。练好吼，规个拢软起啊。练好吼，练好吼，你听无？练好吼，安尼练好吼。哦，练练安尼。练好，加一个加强音，我做练好吼。练好吼。咱练好吼要小小安尼。不，那个小无讲啦，那个是动词啊。啊，练好吼是。练好吼。就是有一个圈圈，啊，缩掉诶。啊缩较硬，啊缩较硬安尼啦。哦，安尼。啊，你讲迄练就是有够大诶意思啦。哦，有够大安尼啦，吓啦，你知无？你拢分袂啥清楚？我像你台语讲到遮厉害，我当然。本来都真深啊，我深咯，好分到遮侪安尼。小深蛮毛，小深蛮毛，小深哦，小深有人讲，有人听较无啦，吓啦。小浅敢那嘛无好。小浅哦，较晦气啦，吓啦，吓啦。这嘛是讲，这嘛我嘛唔知，我唔是我奇怪，我哪看到你？我什么器官的？不是，我无啦，我无啊，无可能外人袂讲诶。哦，对对，我这个人不可能。又带来这个眼镜，对对对，我来了解。安尼较大财啊，较大财。对了，输人跟你讲话，唔敢乌白清。对了。说到刘大哥，虽然是资深呐，这个唱起歌各方面做人做事很沉稳。您这个一直保持这么乐观呢，
生活里这个除了这起居作息很正常，我们知道有什么嗜好没有？其实我是艰苦无人知啦，吼。哦，安尼艰苦无人知。不是啦，其实是安尼啦吼。每一个人吼，就是都有一个家嘛。啊，家庭是主要的。家有本啊。哦，还是有些。对吧？大家嘛一本，对吧？啊，你嘛一本啊。哦，无可能跟无欢乐。像你吼，像你，你有当时啊，你开车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开车开注意哦，有当啊，你无去骑人啊。哎呦，啊，人甲你骑啊，嘛甲咱骑着。啊，对啊，人无甲你弄啊。敢那人心同款。啊，对啊。你无去共打着啦嘛，打着。什么人心？跟人生一样，人生啊，人生啊，人心都保存过千万那边，人生，那个嗨高啊，对，人生的对，人生啊，这个是世事难料哈，对，买菜比喻啊，那个人一本啊，高甲薄啦，啊，像我做钱的人，事业做足大的人，伊每日都是在烦恼上啊，我的事业唔知有顺无，啊，我的工厂唔知甲过了好无，要不然再扩大，啊，对啊，要扩大，要扩到偌大？对吧？啊，像讲为了做真侪钱的人，哇！我钱啊，寄银行啊，当银行唔在倒未？是是，烦恼是不断的，对啊。其实一个人哦，不要自寻烦恼。哦，看穿了最后一点。一顿吃一碗饭，对吧？像你对吧？一顿你搁嚼一碗。啊，上最好恁两碗。啊，对啊，两碗啊，搁加两碗，搁加补一下。啊，对，对啊，都爱加加偌济。所以人哦，基本上想较开的，不要看啊，一日盘啦，安尼今日看落安尼啊，一日去看盘，青顺顺啊，心情就歹。所以说，一年365天，啊你一年心情歹365天，不值得嘛？紧张了，掉底下半空中啊！对啊，啊即嘛那赢了哦，啊都开汽水哦，开香槟哦，啊那输哇，规定哦。哎呦，那这个意思，其实这个问题问下来，就是说人不要烦，寻烦恼的掉，并不用需要什么嗜好来这个把这生活架起来，对，清爽就好，清爽，清爽。好啊，或者得失不要那么重。啊、哦，对，哎呀，那刘大哥现在还会不会看看 A 片这些 ？A 片，一楼，你讲啥 ？A 片，前面有做 A 片，十人公民德高望重，我们也是好奇啊。好，你就是讲你年纪比咱年长一点，我们也想请教，顺便可以感觉到未来我们会不会说，在您这个年纪里要怎么样的，这个怎么讲，也去寻找一点脉络，将来也可以预先布局好，将来有什么兴趣。所以三万多块赶紧蒙呢 ，A 片看了有没有感觉 ？A 片吼 ，A 片是在冲啥？A 片不是妖精打架哦，不是你讲唔对，你讲错了，其实哦，那个妖精还不够 R 呀，不是，要诶虫，虫啊，虫，哎呦你已经看破咖呢，虫，这物件都在虫的对吧？对，本来就虫，哦，这个很深奥啊，不对，哦，比这个高深大德讲的深，错了，都在糖的。我以前有一个朋友，乌嘴无把酒啊，不是，对，啊，无头脑啊，我都要讲起啊。没有头脑啊！我以前有一个好朋友，很好的朋友哈，啊，有一个人哦，真烟的，啊，拿那个照片给他看呐，啊，有人看，哎，毛虫，一个毛虫啊，哎呦，把它比喻成毛虫啊，对啊，艺术是眼睛看到了，还是说只认为这个东西是？啊，就因为无头无尾啊，啊，刚刚看 close up， 哦，小鸡，哎，这毛虫啊呢，就啊，所以哦，从那天以后，我就称它为毛虫。啊，所以不是妖精，其实可能这些方面来讲，笑脸难逛的感觉，看这类东西，有对你来讲有一点年纪，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年轻人的玩意儿嘛？不，这个是啊，这是你们心里贵点来的。以你来讲成熟来讲，看了外面这些风风雨雨啊，或者是什么这类影片啊，或者市场上充斥的什么写真集等等，在你看来呢，并不是说什么也是好看的。好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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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欣赏美的事物哦，大家拢欣赏，但是哦，要保持在水准哈，水准，那还是以这个艺术的眼光来看呢，还是好看的，哎，因为啊，这个上帝创造这个美的东西哦，它还是你看几十亿年来啊，都还没有间断过，要不然你想想，是，这人世间呢，只要100年没有生育，地球上什么都马上就绝掉了，绝掉了，所以大家波起拢讲不赢安尼啦，讲不赢。所以说，就不好意思，今天讨价的问题其实是有一点在这个观念上，觉得现在因为我觉得刘大哥在这种，我刚刚提到是有点关于什么现在有走势啊、性啊或什么的，但是以刘大哥这个感觉，我怪不得你的眼睛啊那种啊清心寡欲啊，从来没有在几十年来在歌坛里面这一类事情啊，人都有这个本能，但是你常常用一种很正确的态度去看它，所以很多事情啊，中规中矩，一步一步的来。但是有当时也是表面上啦，啊，表面上。
关系啊，这个标准又很奇怪，对对对对，因为我自己觉得哈，这个基本上你刚刚讲的问题哈，我已经没太久啊，别记，啊别记啊，别记啊，已经多点讲过啊，是不是多点？你讲话的歹听，你多点，你可能会讲的多点，无啦，这基本上哦，这是安尼吼，人对人哈。啊，对人对人，嗯，也可以解释说事跟事哈，啊，哎，这个要对哈，什么都对的，啊，对对对，所以这个东西很妙啦，所以人都有这种本能，但是也是要看有缘人，对对对对，啊，不然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，随缘，就算有一些发生人生的感情，或者我们找到了伴侣等等，这都是要怎么讲，它是很自然的发生，对啊，那就比较会怎么讲，这样哦，那没有说少一份真啊，才有意思，那你才有真。啊才有自然，啊才有美，凡事都不可以勉强去做出来的，做出来就不对。所以像我刚才问了一些，马上问什么 A 片 R 片，你看不看？这可能就是那个就比较浮面啊。对，像你讲的就是成熟，太轻浮了，就轻浮。哎，你也不，你有在看？哇，敢说看啊？这留下了几卷很好的，没有退回去。五年过来看的，进来看。看完了，我感觉。袋子咬死，气都要不行啦！我你家弄灯，我你讲哦，你唔好看，你都看人都唔生你条。哎呀，你哦，系啊，你直直唔生叹气哦。气未平咧。哎呀，安尼哦，安尼三比八唔生唔生，啊别死别死安尼唔好。啊，看了对身体真损。安尼哦，嗯，但是有当时啊，流水不腐啊。啊，对，你无感觉你会变弯弯？啊，安尼会安尼哦。哎呦，弯弯啊！哇，你是真够看，你是安怎看到？弯弯啊，哦，足厉害。哎对，嗯，赞美者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就上面滚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来跟你开讲，有点犀利。不会，很好。因为我也喜欢清静嘛，我也喜欢。啊，你好，我喜欢。刚刚我爱逛街了，我爱逛街，但是做较袂记的，做袂记。你够多点嘛？其实啊，一个中年人来讲，这类事情怎么讲，可能也是重质了啊。对对对，还有感觉、感情，都过来人了，都过来人。哎，跟刘大哥聊天就是不一样。这个怎么讲？谈笑风生，轻松中啊，你还给我们怎么讲？哎，稍微也指引了一下态度观念上。对，互相了，哎，互相了，加赞啊，那是终局。那接着探戈就是一直节奏到结束。对，而且词还有分三段。对，哇，现在很多歌啊，都是一段词。一段词，一段词哈，这个长年来啊，这个光复以后啊，这个流行歌段啊，就是讲求的什么呢？没有 hit， 没有跟出名，出名，赶快那个唱片大卖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公司大办哈，都是讲求越简单越好啊，角度都会加出发，对呀，啊，如简单如何啊，如何哦，啊，真紧，很快就流行回收的，所以。哦，让最近的银子去着手。哦，对呀，所以几十年来哈，几十年来安尼吼，都是朝这种角度来发展哦。对对。所以，几十年来，进步，是可是进步，无什么进步。嗯，嘿，这嘛是哦，这嘛是咱的悲哀啦。进步，刚才日本话怪怪怪哈。诶，进步，诶，你嘛卖吼，卖用日本话去解释的。啊，进步，进步，大意。安尼，系啦，啊，有人道边讲哦，哦，伊就前进，不是，前进，跑进，啊，请我们的乐队先生哈，他常年来他们在后台啊，就是为了怕我们听懂啊，所以他们都相反了，啊，跑进，啊，所以叫进步，嘿，啊，伊就讲哦，伊就还有加一点那个术语啊，哈，术语，因那行话哦，啊，拢加一个吼，哎，伊就废水啊。肺水，肺水，哎，肺水，哎呦，肺水玉溪清新，哎，这肺玉清，什么东西？我那听下无，中间加了很多音，对对，加一个顺韵的音，哦，顺韵，丹山，丹山，丹同韵就是丹山，就是丹，哎，这个有流行过这种的，哟，丹山边要听下无，啊，对啊，不要听下无啊，啊，但是哦，哎，这个我们就看到那么龙舌话还是这种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其实这个意思，流牢骚。你比如说刘福柱先生，哎，老少学熟做熟，哎呦，那没说唱歌呢。哎，我不简单呢，我可以用在国语的，肺水玉虚情形。哎呦，那龙舌话也有啊。啊对啊，刘龙啊，刘龙，刘龙福龙，柱舌，
仙龙生蛇。哦，哎，龙蛇化，对对对，龙蛇，龙蛇，呜呜，够黑的什么什么，稀哩稀，稀哩稀哩的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那个都是。稀哩稀哩杂拉波罗那个。啊，对对对，尤其像那个理发业。啊，理发业。理发业他们也有他们的。哎、哦，他们的这个习惯的用语哦，你有听过哪一些呢？哎，来哦，恰如用，恰如，恰如都是固定的，你的师傅专门在做你的啊，这是固定的，是吗？恰如用啊，这恰如啊，闹铃哦，闹铃是学修兵哦，对对对，哎呦，这是理发店呢，啊，对对对对，理发哈，修刷哦，修刷，嗯。个搓摸呢？不是的，烫头发啊，小山，这个意思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是所以哦，这个各行各业哦，都有他的这个专业。怪不得就是美容业也会这样。哎，我听讲哦，现在最近的这个美容业哦，起码现在少年哦已经不会用了。哎，不会用了，不会用，像戏团一样，不会用戏团。所以哦，你基本上你这个节目哦，哪有哦？你给我一挂哦，你来讲这，你讲这也下啦。哦，安尼啊，因为下你的个性。海外个性，猎人哦，很活泼啊！阿公哥拍听，我就恰恰丢，太进步。阿公哥拍听嘛是真遐弯的啦吼，所以你讲这下，你知无？真进步的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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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你讲你跟我来了解，我当时洗头美容院讲啊，迄个汪山老恰，我来讲，哎，汪山老恰，汪山老恰，哎，就是洗头啦。哦哦哦，来来，沈浩瓦皮哈，哦对，瓦皮啦，对了对了。黄皮哎对，我要修手修脚，修肩胛对了，哎，沈浩，你的第四号是沈浩，哦，沈浩黄皮，汪山老恰，啊对啊，你也要啊，哎呦，我就是讲听人咧讲外语呢，哦，结果都是叫了暗语啊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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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阿哥什么所在，我这款暗语的是需要用得到这种的。欸、因为我生活这个很久，长久以来都生活在后台哦，拢听人家讲较济的，因咧讲较济，嘿啦，所以哎，你真了，较早拢真好，过贵哦，啊，惊人听吼，啊，惊人听知，啊，结果吼，哎，几怎么贵，咱都拢知啊咧，嘿，咱拢知哦，哎，因咧讲啥，我拢听有啊，嗯，这是很奇妙，你跟你聊天又听到这很多的术语哈，嗯，哦，这个是很多行业里专用的，对啊，专用啊，啊，这属于行外的人都不知道，嗯，哎，那是讲什么说啥，那是讲到这个去，啊，我蛮赞，因为咱青年啦，主人搞发电好了。哪个不这样子？来来，说到这个，刘大哥也来了节目中啊，他是真的，我觉得你选歌也是一流的。那你来，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国语歌，除了刚才《可爱马》之外，他选了一首是蛮有年份的，而且呢，这个歌的这个含义很好。嗯嗯，一个男人对女人的那种怎么讲，细诉衷情啊，都放在内心深处。啊，你好，这个歌叫《听我细诉》，对，很有感情。嗯，这个原唱人是谁呢？是吴莺莺哦，吴莺莺小姐音音啊，我现在完了也有一点年纪了。嗯，就我记得《岷江夜曲》是她唱的。对，啊，像这个周璇小姐，嗯，周璇吴莺莺，几十年来应该最代表是他们两位哈，啊，只是现在常住在美国，啊，有机会他如果才出来唱的话，我们对他还是耳熟能详，对对对，他的歌太多了，太